十三五呢，在这个钢铁的研究基础上呢，不得不面临着那个两大面光的建材行业研究文案治理。大家知道，水泥、玻璃、陶瓷等等，甚至你即使没见过水泥、玻璃、陶瓷厂，我想每个城市肯定都会有砖瓦厂，该放在用砖嘛，它也属于建材行业。而且这个建材行业，比如说水泥、玻璃来讲呢，它的这个粉尘排放颗粒物浓度呢，是电力和钢铁的好几倍。 当时我是在江苏盐城呢工作的时候呢，那是18年春节前几天，郑州市政府给我打的电话，说我们郑州市呢正在规划的2018年的大气污染这个规划和行动方案，市领导呢非常关心我这个行业减排怎么减排，哎，看着希望我能够去帮着把关。当时呢我接到这个电话呢，我说这个我一定要去。 我们义不容辞的，应该帮郑州市，哎，来做好这个城市污染空气的治理。结果搞了个乌龙事件，因为从盐城到徐州呢，我买到徐州冻的车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汽车，好不容易到了徐州冻，掐着得要检票进站的时候，告诉我，你买的是徐州的站，我徐州冻上不了车。还好，当时赶上了最后一趟车，我到了郑州，当天晚上赶到郑州。 第二天呢，在郑州市讨论18年整个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的时候呢，作为我一个学者来讲，从个科技来讲，我说水泥行业是可以做到超低排放的。下面的企业愿不愿意去做？我们建议政府呢，可以给率先做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呢，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同时呢，差异化的管控，做了超低排放改造或者达到 A 级企业呢。 秋冬季呢，可以正常生产不管控。通过我们多次沟通交流，企业呢最终还是同意率先进行了深度治理的这个改造。他认为这是对行业的一个科技贡献。我想今天呢，看能不能连线这个在河南郑州登封这个水泥厂。李老师好，各位同学们好，我在这个厂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感觉这里的变化很大。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是我们的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核心装置，这是我们的回转窑，内部烧成温度高达1800摄氏度。在这窑炉装置里面会产生大量的高温烟气，气体里含有大量的氮氧化物。如果不收集处理直接排放，就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污染。18年的时候，我们加装了脱硝装置。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这个身后就是中国水泥行业首台首套 SCR 脱硝装置。经过3年来的稳定运行，可以持续地将烟气里的氮氧化物从原来的400毫克控制到现在的50毫克以下，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这相当于每天可以少产生将近3吨的氮氧化物，这些都是影响大气、会产生酸雨的物质。谢谢。好，谢谢您。 我们国家啊，在钢铁、水泥等行业率先实现超低排放之后，直接支撑了25项针对不同行业超低排放的这个标准和政策文件的出台。所以，我们呢，实际上呢，科技呢，不仅是要制造或者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实际上科技同样呢，是可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所以，我们的科技呢，更多的是充满善意。这里面呢，我也是希望我们青年同志从自我做起。 能够真正的践行低碳、绿色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将来能够一起加入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大有可为的事业中来，来保护我们这样的地球母亲这样一个地球家园。好，谢谢。